另外啊，你说用这个沾自己在弹指的话呢，一般来讲起来，你会增加你身体的这个财气跟灵气都会增长。你假如是一个上班族，是一个上班的人啊，你到 office 去，到办公室去，这个上司啊，不是我们这个上司，是那个啊公司那个司啊，你的上司看到你就会很顺眼，那么他会叫你到 office 去啊，去他的办公室里面，他会给你那个很快的会给你加薪啊，薪水他会给你加薪，那么会给你升官，这是一个主动的，就是说他主动的这个你修这个法以后啊，主动的这个你的上司呢会看你看得很顺眼，那么觉得说你的工作很好，那会给你加薪，这增加了这个财气以后啊，你的经商啊，你做生意啊也会比较顺手，也会比较顺的。